嗨，这个课程主题是 InDesign 跨界数位出版平面排版设计。我们一般在做书面报告，大部分都是使用 Word， 但是 Word 却有种种的限制，还在使用 Word 做辛苦的排版吗？试试效率更高的专业排版工具吧。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？想更新文件里的多张图片，无法更新，只能一张张重新插入图片，很麻烦。没有主板的功能可以套用长文件，要做多页相同的版型或多种版型很麻烦，无法汇入大量的文字做排文，要置入文字只能手动做复制贴上，很麻烦，还有种种的限制。 InDesign 广泛应用于书籍、报纸、杂志、 menu、 广告行录等的制作，它是一个强大的设计与制作排版的专业软体，提供精确的排版控制与内建的创意工具，可以帮助业界设计人员提高工作效率，而且直觉式的界面使得设计人员得心应手。课程内容会介绍相关的排版知识，并教大家如何使用 InDesign。 内容主题从档案设定、文字编辑、文稿导入、图像置入、样式设定、主板设计、表格制作、目录制作、完稿封装、互动式电子书，利用多个范例让您熟悉排版技巧，封面设计、杂志设计、餐厅的 menu、 报纸的版面，能完成书籍与目录的多页文件出版。使用互动设定功能，快速完成互动式电子书，可以输出 PDF、 EPUB、 SWF， 使用 Publish Online 能线上发布文件。好，我们可以把它转存成 SWF 的格式。好，那就可以像这样子做翻页，做成一本电子书的翻页效果。好，也可以执行 Publish Online， 好，直接在线上发布文件，看到内嵌的多媒体的档案，或是一些互动式的效果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体验 InDesign 强大的排版功能吧。加入本课程，我们课堂上见，拜拜。